传统的纸艺，比如说剪纸啊、纸雕啊，这些其实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文化沉淀下来的一个很好的文化基底。站在我的角度，我要把它们吸取过来。这个三个再放三个，是不是仲需时比较耐先可以完成到？大概一年到。哇，咁真系好花功夫啊！其实每个区域都会有每个区域纸艺上面的一些非遗的传承人。我是觉得传承跟创新他们应该是并存的，就是如果仅仅只有传承，那这个东西它就会像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个展品一样，它永远停留了在过去。它要发展下去的话，它应该是顺应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的进步，一直融入新的元素，然后符合当代的国际的一个审美，它才可以走出去，那它才是活的。所以我觉得我是承接了创新的那一部分，有人是做传承，有人是做创新，就是两边一起平衡发展，这个东西这个艺术才会往更好的方向去推广开来。我们在技术上面会做很多的测试，不同的材料怎么可以让人跟这个装置达到最好的一个互动效果。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分为前期跟后期，那前面我们会找很多不同的材料跟科技相关的或者纸艺相关的材料做相结合去做一些测试。那过程中肯定会反反复复，就有些东西是妥协的，有些东西也是有一些突破的。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都会分几个步骤，首先就是会画草图，对整一个创作的一个概念呢，还有它具体的一个形象啊，然后具象的一些表述之前在草图上面的一些原件把它拆分开来画到这些纸的上面去，然后就开始去创作每一个原件，把它的外轮廓给剪出来，然后里面呢有很多的镂空可能是要用雕刻的方式去处理的，甚至有一些我也会用到锥子去戳一些小孔出来，还会涉及到一些揉啊刮啊，就是想让它呈现出更丰富的立体的质感。最后一步就是要把它们组合起来，让它变成我们最终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讲嘛，旨意就是我想去不停地探寻这个材质以及这个艺术在创作上面的可能性，就会尝试更加大体量的，甚至融入了互动的在里面，比如说声光电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的初衷，就是我一直想探寻它究竟还有怎样的可能性。我拎咗個紙樣過嚟試下，呢度上邊咧整咗啲花紋過去嘅，未係最終，但試下睇下個效果點。好啊。其實我很想把我們技術的東西隱藏，這是一個很難的點，因為其實我們整個裝置在外表看過去，你們看到的都是紙，那其實裡面有很多東西大眾是看不到的，包括裡面的電路，包括裡面的感應器，其實它都是做得很細很薄，而讓整個觀眾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他根本沒有發現裡面有很多技術的東西在裡面。
装置的比例是缩小了，人是变更大了。其实我们更想是把森林自然的东西跟人的这个比例调反过来，让人走进去就觉得是森林其中的一个感觉。那新媒体里面还有各种声光电的东西可以玩，我们就是一直保持我们这个去尝试去试错的一个心态。大家都这么喜爱我们两个跨界出来的作品，我们要不要就是每一年都就是合作一个，做一个双人的回顾展，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对，将来想想都觉得美好，就是你可以在一个追逐理想的路上，然后你碰见一个人，他跟你的想法理念都特别的像，大家去知道，让大家去感受到我们想传达的理念。